公主。谢谢你，也谢谢老天爷让我遇到了你。你真的很棒。然后呢？再给我吧。终于，终于，请到了，开心了。Hello Kitty 没有嘴巴。对，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还有一些嚣张。请问丈母娘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啊，好，你有过年吗？有过年，快点！奥运，明年的奥，下明年的奥运在哪里办？东京。谁了？好，大哥，没有了吗？是对着镜头用六种语言说：“亲爱的，我爱你。”Darling, I love you. あなた、愛している。亲爱，我爱你。亲爱的，我爱你。爸妈，谢谢你，啊，杨，辛辛苦了这么大，接下来你们的辛劳我会一肩扛起，我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你们想他。